你看出来什么了？是不是？你不也看出来了吗？他们两个就像小朋友谈恋爱一样，那么明显，谁看不出来？嗯，确实挺像小朋友的。不过他们的状态挺好的，暖暖的。对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暖暖的。嗯，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 那你呢？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你是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还是从来没谈过恋爱？没有。是不是很奇怪？倒也不是，就是觉得有一点可惜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现在遇到我了，不是吗？ 最起码我已经开始让你有一点点的烦恼了，就说明在你心里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在意我了，对不对？魏峰，嗯，我一直觉得你的生活还是挺充实的。嗯，确实是挺充实的，不过面对这样的人生，有时候觉得有点无趣。为什么？ 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其实也谈不上喜欢或者说不喜欢，只是觉得现在的人生少了很多选择。其实我还挺羡慕成名和幼稚期的。在我眼里，你不是这样的，魏峰。在我心里，你是那个在辩论台上面思维清晰、坚定又有担当，在生活当中又温暖又能照顾所有的人。我有那么好吗？ 你就是最好的，谢谢你，魏峰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连空气都会变得甜甜的。我想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。